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姑妈。今天我们要来做幼稚园的部落，终于有时间可以做了。我们这一次要做的是冰淇淋的自动贩卖机跟小学生背的书包。它这一次的附录在这里，一样也是很大一个，不知道做出来会是什么感觉。我们现在就马上把材料打开吧。这次也一样是纸做的材料，这个好像就是书包的材料，是宜家家具的书包，然后这边的都是冰淇淋的自动贩卖机，不知道会不会很难做。我们先从简单的书包开始做吧。
们的书包就完成了，18个可爱的小书包，还不同的颜色。然后他还有给作业本跟铅笔盒。然后他的小书包是都可以像这样打开它，然后可以把作业本跟铅笔盒放进去，像这样，然后再把它关起来。整个就很有要去上学的感觉。再过几年，慧江也要背这个书包去上课了。不知道那时候他的书包会长什么样。然后他的玩法是叠叠乐的玩法，就是用这个骰子丢一次，然后看骰到哪一面就丢几个上去。像这一面就是旁边叠一个，然后这个是叠两个，这个是刚刚一样的，这个是用不是惯用手的那一手叠上一个，感觉这个小朋友来说的话有点难，大概就是这样。现在我们来准备做冰淇淋的自动贩卖机吧。冰淇淋自动贩卖机的材料就都在这里哦，我们现在就马上把它组起来吧。
次冰淇淋自动贩卖机就完成咯，有够巨大的，拿书包来做个比较，大概是这个样子，感觉书包变得好迷你哦。旁边这边还有一个，这个可以把它打开，然后像这样，可以补充冰淇淋，超级拟真的。花了好长一段时间，终于把贩卖机做好了。现在我们要来做它的冰淇淋了，终于来到最后一个步骤了。这样我们冰淇淋就全部都完成了，冰淇淋也真的很勾嘴。我们现在就把冰淇淋装到自动贩卖机里面去吧。把冰淇淋放进去之后，我们就马上来试试看吧，不知道会不会成功让冰淇淋掉下来。希望它可以成功。按下去，耶，我们成功了，还好没有失败，要是失败真的会很挫折。真好玩，我们再来按一个。跟真的自贩机很像，真的没事可以在家里这样按一下按一下，还蛮好玩的。然后他另外还有给这个小卡，这个小卡是跟冰淇淋做对应的，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插在自动贩卖机上面，像这样进去把它卡着，就表示这一格里面有这个口味的冰淇淋。它冰淇淋的种类给很多，所以可以自由的更换，希望它这种附录可以多出一点，这样不用买玩具也可以玩得很开心。
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哦。如果喜欢我们影片的话，请帮我们按个赞并订阅频道哦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我们再偷按一个，嘿。